哎，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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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
这个本小孩的可多了。妈，我有办法去找。宝文，哎，你骑车去找吧哈。宝文。山上我都去过了，这一整天了，这天都黑了，你说这孩子会去哪儿？婉婉以前很乖的，她从来都不会乱跑。是啊，哎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你们去哪儿找的？我棉花面也找过了，没有啊。都没看见吗？没有。哎，你说这么个小小人，他能去到哪儿呢？该不会碰到坏人了吧？妈，你能别这么说啊？桂香姨，要不然咱们报警吧？对对对，报警吧。会不会是他爸爸暴走的？啊，桂香姐，你能不能接我电话用一下？好好好，来。你说说，到处去找，就忘了他爸爸。直接拨。喂，婉婉是不是在你那儿？对，在我这儿。徐姨，你想干什么呀？如果再逼我，我就把他送走，让你永远见不到他。徐毅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婉婉的病情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现在吃药饮食只有我知道怎么照顾。我们大人的事情不要连累到孩子好吗？就算我求求你了，你先把婉婉给我送回来好不好？你不是要跟我离婚吗？孩子跟爸爸是天经地义的。喂。总算是知道在徐玉那，他好歹是他亲爸，不会亏待他的。桂香姐，你不知道，婉婉从小就怕徐玉，现在临时换了住的地方，又断了药，我担心她的身体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去找徐玉。哎，你不要来硬的。我也去。哎，高乐，哎，高乐，冬冬姨啊，我们一起陪他去。都去啊，我们都去啊。放心啊。哎，陈军，要不然我们先去找你爸，不然到了徐玉公司，他不交出来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